去吃何时？还我十万。上千名民众聚集自由广场，以游行方式抗议政府预计将日本核灾区食品入台。跟着大家一起来反核食啊，是会连累到下一代了。因为为了我们台湾人的健康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反对这些核灾食品，不要把其他国家不要的商品，然后都塞给我们台湾人吃。我们为了下一代一定要健康。推动反核食公投的郝龙斌也邀请现场民众加入联署，以实际的行动拒吃核灾食品。我觉得民意已经很清楚了，民意就是不要让核灾食品污染我们的环境，污染我们的台湾，污染我们的孩子。所以各位好朋友，我们今天站出来，我们就要清楚的用公投让民进党低头。针对核灾食品是否入台，从各地公听会发生冲突，再到万人大游行反对，抗争活动持续不断扩大。记者席顾大陆台北市采访报道。